知名女性杂志邀请多位艺人担任公益大使，要为子宫颈癌的妇女发声。第一棒找来歌手张悬和萧敬腾，希望唤起社会大众对子宫颈癌防治的重视。启动大大的红色爱心灯，艺人萧敬腾与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一同发声，为子宫颈癌防治站台。我肯定会参与，对，一直做下去。直接就是肯定句。沈花一哥做公益一样是爱心不落人后，要用美声为女生发声。女性杂志也请来五位女艺人担任公益大使，第一棒就是歌手张悬，要将歌声化为爱心，为罹患子宫颈癌的妇女发声。我今天简单带了一首以前写给我妹妹，送给她做了17岁生日祝福。成为子宫颈癌的公益大使，张悬要用美妙的歌声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郭云开台湾特别报道。